也不知新湖师兄设下怎样的试炼。杨树是他的爱徒，大概不会有意通融吧？那倒未必。我看新湖师弟是最不希望重启僧兵之人，只怕杨树今日所面对的难关不屑于十八罗汉阵，是吧，西夷师弟？嗯。今日之试炼，师兄从未提起过，如何安排，还不得而知啊。西湖大师真的什么都没有提起吗？只怕今日出战的并不是我们。快看，师傅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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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来不再启用僧兵。杨树，如果你再不反抗的话，就算是放弃试炼。师父，弟子不过试炼，绝不放弃。那你就做好舍命的准备吧。师父，都对了。
难堪重任，你认输吧，免得枉上性命。为新娘而死，弟子无怨无悔。我成全你。
心。你没事吧？啊！这里是佛门重地，大师们都看着呢。你真的没事了？兄，你刚才用的可是悬空掌，竟能让这位施主暂时失去呼吸和脉搏，实在是高明啊！啊，董姑娘突然冲上来，我就想用她的死来试试杨树的心性。师父，弟子没用，没能经受起考验，让师父受累了。树儿，你统领的天下僧兵，担负的是苍生黎民的安危。还希望你以后能身由心动，不要再被痴念所左右，切记，切记。师父，您的意思是，我通过试炼了？诸位师兄师弟，你们意下如何？杨树能过了师弟这一关，实在不易。之前又勇闯了十八罗汉阵，僧兵统领一贤，当之无愧。嗯，哎。不错，相信他定担此重任，老衲也没有异议。那就将此消息昭告天下。多谢师父。嗯。